给我个地址吧，我给你寄个东西。出差给我带礼物？嗯，算是吧，要不要啊？算了，无功不受禄。什么无功啊？你天天带我，把我从盒子精培养成绝世高手，功劳可大了。要是你这样说的话，那你可能需要送我一栋别墅的。 陆姐，干嘛呢？